你这个要对准这个手伸直，这样会比较稳。对，然后这个单眼对准这里。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很棒。是这样我敷衍的回答吗？那先给你们今天的约会提醒。好，点一下钱的。点一下钱哎，少一百，少一百。必呀。拿出来看啊！一二三四五，没有啊。是为什么转到那个艺会想来淡水？转到街头艺人。对，这边很多。有什么觉得今天一定要去到的景点或是玩到的东西？想要去画那个画画。对对对。哦。哎，对，画素描的那个。都喝什么？比较喜欢喝什么酸梅汁啊？就比较有点老人啊，怎么讲？有木瓜牛奶吗？不要加糖。木瓜牛奶不加糖会好喝吗？木瓜很甜。不用再减肥了。你才多少？你几公斤？现在55吧。你172，55很正常。身材焦虑。不用那么瘦。偏胖。哎，前面就有画画了。我们就看他多少钱，一张200块，还是一个人200块？算人头的，算人头的，那可以便宜一点吗？我们有那个，我们金额有限，是多少？今天200块，下面300，两个人300，250好不好？我们拜托，可是不要涂颜色，单色，对啊，好，可以可以，那250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好，谢谢老板。如果我网购，我买不到裤子送过来，就一定会是9分7分。对对对对，会这样，很恐怖，会这样。买10件应该只有1件可以穿。啊，还有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障碍，捷运会撞到头。可是我很少搭捷运，现在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完成了。哇、太厉害了！哎、很强哎、我头发好多哦，好开心啊！辛苦你了，谢谢你给我们的优惠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酸梅汤，多久开始练篮球啊？小学就在打，打到大学毕业。我大学有尝试过，在队上的功用就是抢篮板，没有那么厉害，我出去吓唬别人用的吗？我就站出去，我很厉害，这样他们就会派他们队最强的人来守我，就上去走个台步，你就下去了，你就只是浪费对方最强的人5分钟。对对对。双眉汤在这，双眉汤在这，我记得就是他。真的好好奇特，我要喝吗？哇！哦，好了、不一样。喝饮料这种，他会先给我喝一口，这种还蛮心动的。你不要看镜头，随便看，随便看，随便动。你是我独享世界的。我是比较很喜欢拍照的人嘛，然后他就直接就是主动帮我拍，我说我没有问他，他就直接帮我拍照，这很心动哎。当下氛围很不错，景也不错，然后我就想说可以帮艾琳拍照。辛苦了。占卜，10元1000。所以我们刚好有20。哦，可以耶，真的刚好。先投一个，你先投一个。我先投。噔噔噔，55。就算有阻碍或困难，没有到变成痛苦的程度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结婚、交往全都好，盼望的人时出现。时出现，换你，换你，换你。真的准吗？64。怎么会这样？似乎安乐，
心里也还留着忧虑。而感情深厚的人也有可能会发生离别，愿望不容易实现，容易陷入危险啊！结婚交往现状不容易产生好结果，哇塞！凶一个凶，完了完了完了，不行，我要再抽一次，拜托，38，好可怕！退一步比较看看，结婚交往退一步，退一步来比较下，这样不合的，两次约会刚好。要不要猜？好，谢谢。刚刚手应该蛮黏的。对，他居然会随身携带湿纸巾，那通常应该是女生才会。就是我自己其实有带卫生纸，但是湿纸巾的话没有。啊，那输赢是怎么？我们两个加起来要15颗以上吗？15我可以接受。打的时候手放掉，这样压下去哦，扳机扣一半比较好扣。你打4号开始，4号哈，打一直。哦，瞄击球要放到中间。没中啊，怎么可能？我们要完了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你要全中哎，怎么办啊？你这个要对准这个。没有了，拿手放掉。好，谢谢。你这个那个手伸直，这样会比较稳。哇！对，然后这个单眼对准这里。刚刚在玩游戏的时候，因为他一开始不太会，然后我就想说要指点一下。那当下氛围我觉得蛮棒。射击游戏的时候，他教我非常近的肢体接触。会晕船的那种，小小小，对，再来，下面，你就再往下走就好，哇，两个平手，这是谁的问题？我的问题，恭喜什么？看夕阳啊，没钱的，没有夕阳了啦，我从那个胸开始就出事哦，怎么会这样？我一直觉得我会至少8颗9颗，我没有想到我会这么糟哎。最后他抽到胸开始，我们就射击也输，然后天气也变不好，这样。应该不会很脏哦。哎，这太软了啦。哎，没有，我觉得是刚刚烫软了。是吗？对。95哦，95，那你的表现很高，很高，很高。我们要帮你们离开了。好啊，拜拜。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不太适合母胎单身。等到我有意识到的时候，我们两个额头已经贴在一起了。不要紧张，还没开始。还蛮开心。其实我很喜欢你的笑容，因为总是给人一个天真无邪的感觉。谢谢你那天的照顾，让我回到21岁应该有的样子。阿星，你觉得两次的约会，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玩？酸甜，和你一起沦陷，勇敢。